叫才会。抱着这边有打到就好，把体力拿来打后面那些。哦，那再给他扣。也没有没有再给他扣，就按照。OK OK。努力。就算只有得到一分也没关系，至少不要这样。对，等于说你只是把那个体力分配给后面，然后剩下的留在这边。打那大哥太难了，认真打可能也就还没有到时候啊。